控制好我。已经很厉害了，再把三手加进来之后，可能这个辅助玩家都没打开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就在某些国家被禁止了。这个波斯是谁？我唯一不足地方是在 PK 上做的是三手，这个也不是小说。画屏场景的话，我是能感觉到一些不一样。光线。啊，哎。还有一句。大 boss 的话，就是进行一堆大堆网站，明白？有，有东西研究，但是现在还恨，机智的我，再说，别打了，够憋。又咋的了？哎呦呵，嗯，抹脖子，
真的疯了。还是做这样的工作。